今天我们这个窗户回来了吧？老表，晚上好啊，辛苦老表了吧？哎，这个一个小时搞定了没有？要一个小时去，对吧？要不然你又想搞到半点去啊？你这样说我就搞了吗？本来一个小时都搞定了，是吧？要摸两三个小时，刚好又到半点，又得好酒好菜招待你哦。用好酒好菜啊！我帮你搬出来，可以了没有？不用搬，等一下我不好意思。啊？你帮我搬，等一下不好意思收你钱。啊！我帮你搬了，来表弟。不要这个有什么分上面的吗？哪里更宽？这个就是上面的、啊。这个，哎呀，好不好吃？不合适，那是你的尺寸问题了吗？摆进来，你看，摆太陡，不行。哪里不行？你看你量的这尺寸，这不标准嘞。抖不抖啊你？好的。标准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进去吗？为什么？太热了，想喝冰水。再转了三个螺丝就喝冰水，哎呦，是吧？会有那么好的视频哦。灯还是要打的，不然这个挡风玻璃的话，它受阻力非常大的，风一吹它就动不了。那不是往里面吹吗？记得要给我装个锁哦。这简单啊，这锁。装个锁，装个。要用把手啊，要不然不方便的吧。要不锁起来的话，晚上停在这里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东西在上面也不行啊，对吧？来，冰水要什么？就现在是最后一个窗了，最后一个门了。最后装一个了才舍得给老表买冰水。放抄网上来。抄网。不是抄网啊，纱网。十块玻璃。然后两块纱网对吧？它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对吗？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刚好翻密封是吧？然后装封的时候就把它打开，那就用纱网就可以了。晚上的时候把它这样子打开，不下雨的时候，蚊虫
就飞不进去。你在那里开船的时候，再说你倒船的时候，你就把头伸过来外面来，就开始看。哎，你不装一个倒车影像吗？倒船影像啊，倒船影像。要不在这里装个反光镜给你？可以哦，可以不？哦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那这里刚好装一个反光镜来给你。河那么宽，随便闭着眼睛倒了，哪里用反光镜？怎么回事？来了吗，老表？抓稳吧。掉下来不然的话，反正我不晓得么很高。你不包吗？是吧？包我。这个会不会生锈？不会啊，这个是铁的还是不锈钢？不锈钢的网是吧？我到我们干我们的活了吗？啊，好的，完工了。我们把这个放进去，下面的顶棚，下面的这个里皮啊，不然等下明天又下雨，又要漏。都六点到点吃饭了还做嘛？加班，先把那个加班弄出来。给不给吃？又天黑了，又天黑了，终于把这个铺上去了啊！今天晚上下雨就不怕了，以后下雨都不怕了。啊，我们老表今天就来给我们装了这个窗口啊，还有门窗啊，都全部都安装好了。可以啊，这个得底一铺，到时候上面的话，这上面还有两道工序，三道。这个还上面还盖有一个那个薄一点的那种非常便宜的篷布啊，然后一盖在上面，然后那个草坪一铺上去，然后固定几个钉就可以了。到时候在上面都是绿油油的草坪。哦，还有栏杆哦，先弄栏杆先。等五叔这段时间就没有时间了。还有双枪，五叔今天就去打田，打两三天，过几天又种田。真的，现在是双抢的时候，确实是大家都没有时间啊，那没办法，就差这个栏杆，做好栏杆，然后再买那些草坪的来铺的。可以可以，舒服吗，老表？在下面躺着。啊，到时候我们扬帆起航的时候，在河中间，我们那个船锚一丢下去，在上面星星钓鱼，钓鱼喝茶是吧？喝八加一都可以。晚上的时候躺在这个船体上面看星星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开饭开饭，有饭开吗？那肯定有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我去了，本来老表的活都干完了，走。